喂，是 Alex 吗？我就说你现在性格太孤僻了，你要多担一些职务，就要在高中让人知道认识你，这样你以后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也会很方便哦。加油，再见。我是上帝耶和华。真的有人会有社交问题吗？你想要交到朋友吗？你想要摆脱孤独吗？你想要成为社交达人吗？如果想要成为这样的人，你需要抓住你的脑子，走出去和别人社交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封闭自我。这样下去，你会成为一个 loser，一个失败者，没有人会喜欢你。放轻松，来社交，加入我们，让我们来解决你的所有社交问题。